Okay.坚持啊，姑娘。你看那个手机里就行了。我没有的电话，没有的电话。啊，姑娘真棒。真坚强。好棒。没事，你疼你就哭，安慰我呗。没有那么疼。没事，没事，疼就哭啊。没事，宝贝。哎呀，真棒。不会疼哈，好了，这就完事儿了。哎呀。看看。看看姑娘。看。第一在家抠的啊、哦，肉都抠坏了，这儿。这儿看着，反面教材。这么大一块，疼，它有点疼，这样。肉去了。这还不疼？热了完了就疼。嗯。行行，多大一块啊？温热感，不是热感。嗯。嗯。哎呀，等会儿，哎呀，哎我去，甲沟炎啊！看这甲沟炎，看这感染的。大姐，我跟他唠半天了，嘴都唠干了，就怕疼啊！哎呀妈呀，都这样！你瞅你都啥样了都，你还挺？哎呀呀呀，真冷！你看看，浓不疼了吧？这烂个坑了，这都，你看那是坑了吗？哎呀妈呀！不告诉你不疼吗？说你不相信？哎，这能化的？还有呢？还有能的？那我连到57秒时候就暂停，完了之后再告我一声，再连着录，听明白了吗？你的总将士还真行。我告诉你不疼吗？我干17年了，这样心里没点舒适活我能干了吗？听明白我说话的话了吗？刚才王宇。嗯嗯。这边疼大夫。对，这一点点都往上烂，你没看又往上去了吗？这样的看着了吗？哎呀妈，就今下疼，边哎呀妈，就这疼。嗯，这烂的。